我是从印尼来的。印尼，哦，专门去印尼的。是。哇，印尼最有名的是什么？想不出来了吧？我讲出来，你们都知道。哎呦妈妈，印尼民歌。哎呦妈妈，好，请说。 我有一位朋友，男的，一九六四年出生的，是属的。他属老鼠。六四年属老鼠的。六四年，一九六四。六零年。他们叫六十六，六零，六加零年。属老鼠的。那个是西行肝病，情形怎么样？是不是？六零年属老鼠的是吧？是。肝病是吧？是。好了，看到灵性了。 麻烦了，非常不好。这个灵性，而且是从上面下来的。要几个？那就是很麻烦的事情，也就是上面下来收他的。我想问问你，这是你的孩子吗？不是我的好朋友。是你的好朋友。是。你这好朋友生意做得蛮好的。还可以。我告诉你，他有非常有造诣的，应该有点名气的。 听得懂吗？就是说，很多人从天上下来是乘愿再来，是来帮助人，是来救人的。但是到了人间，被那些财色名食睡所污染、所心灵弄了，然后呢找不到家。我还告诉你们插一句话给你们听听。你们知道吗？观世音菩萨还跟我说，说让我多找一些从天上下来的。 成愿再来的菩萨和一些天上的仙人，把他们带回家。当然不是你这个朋友，他一定做坏事了，所以他才这样。你听得懂吗？听懂。我告诉你，现在这个灵性，你要把他说，不把他带走的话，我告诉你，那就要真的祈求观世音菩萨了，这要拿大声闻指。 应该怎么做呢？大声闻指的话呢，意思呢，实际上呢，就是说要求菩萨，就是说某某某彻底忏悔了，我彻底明白了我自己在人间所有的忏悔、所有的罪过，我从现在开始要许多少多少大愿，明白了吗？明白。而且，啊，我可以告诉你，我刚刚看他的这个肝，啊，它是有一点点扩散，而且还有囊肿。 囊肿，还有囊肿啊，还有囊肿，小片的地方是在右半边，肝的右半边，明白吗？明白。而且我告诉你，他因为发现的比较晚，他有一点点腹水，肝腹水，明白吗？所以我希望他赶紧要许大愿。 这个小房子，我想820张，要紧。还有，放生，放生几条鱼？2条。对不起，因为我们的马来西亚，我，因为我都，马来西亚人就是几多条鱼？我现在告诉你几多条好吗？ 500条，不算太多吧？是，啊，是，对不对啊？先给他放500条鱼，好不好？好，叫他不要难过，告诉他没有关系，我看医生要叫他动手术的。OK，感恩。好吧。是不是我可以问我自己的事？一个人只能问一个。你想问两个啊？我问我自己的身体的健康。台长马上讲给你听了啊。 你属什么？告诉我。属猪，1949年出生的。好了，腰不好，血压高，心脏不好，脖子酸痛，关节痛，明白了吗？明白。还有脾气大。是。还有，命根当中应该有2次婚姻。是。 明白吗？
所以自己好自为之。我叫你跟你说，你有劫的时候你跑不了的，所以我希望你正好最好能够多做功德，少碰到劫，明白吗？你现在几岁啊？54岁。三六九都是劫，你是虚年龄53、54是吧？54是虚年龄。1959年十足的，十足，十足的，是不是十足？我不是属猪的。我觉得昨天不是还有一个人讲话说他什么的，后来我笑的什么啊，属兔的，哦，他说兔子，后来我听到是什么，大家听到是什么，肚子。好，那么我告诉你，你现在呢啊，最好的方法就是每一个星期念两张小房子，好不好？然后每天要念49遍心经，好，17遍大悲咒，礼佛念3遍，十七遍，他们帮你记了，没关系的，好吧？你人挺好的，但是你还是有点怀才不遇，因为你的是怀才不遇，他没听懂，怀才不遇就是有才华。还没有完全发挥出来，就是你有才华，你还没有完全的发挥出来，听懂了？因为我是读英文的，我中文只会讲，没关系。我的意思就是说，有那个才啊，就是非常有那个才能啊，才能知道吗？印尼话才能叫什么？给了点，加强一点，给了。Understand？ 啊，你有这个给了点，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你没有好好的打到底发挥出来。明白了吗？啊，所以你做生意有好有坏，有好有坏，有时候明明应该很好，你就是不好，实际上这就是你的命根当中经常在转换，明白了吗？啊，好啦。对我的身体，我是刚刚从新加坡来啊，我是做第十二次的那个感冒，要命了。看样子台上以后要学多国语言。啊，化疗。化疗，什么地方讲给我听，我直接帮你看那个地方。胃。肺。Lung cancer。我刚刚跟他讲的吧，血管、心脏全在这个部位。我告诉你，我帮你再看看这个胃啊。肺。知道，跟你开玩笑，废了。想知道，几年的啊？会啊。1959，属猪。属猪的。哦，他的肺有点问题了。你的肺有点问题，你的肺里面有积水。积水。对不对？就是他里面。我告诉你，你去拍好了。你拍出来声音空空荡荡的，像水一样的，你听得懂吗？你这个肺啊，当中主要是在这个部位当中啊，有一块炎症很厉害，我不知道是你这块地方是动过手术呢，还是这块地方是黑的。你肺动过手术没有？没有，没有是吧？1999，你这块地方非常黑，非常不好。1996年的时候有吃火锅。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伤到什么，就是我哦，出车祸。对，好了，我告诉你，你不要讲了，你这个地方肺一定撞坏掉。我看着其他地方，比方说像一个图一样的血流啊，很正常的。到了这个地方一块黑的，就是堵塞住了。你肯定这个地方肌肉受损，或者里面的血管受损，粘在一起了。明白了吗？明白。我告诉你。你现在每天念大悲咒的时候这么录，好，明白了吗？自己录，千手千眼大悲观世音菩萨保佑我，怎么怎么怎么就录，好吧？好，
要小房子你要念54章，然后再21章21章念，好，没什么大问题的。你死是死不掉，但是活的也是比较痛苦，好吧？好，好吧。台长又学会了印尼话，坦乐地。